市场认为晨鸿今年还是 iPad 5的主力供应商，而且已经拿下了苹果触控面板贴合大概60%的订单，因此看好晨鸿第三季的营收可以达到财测目标。法人也认为晨鸿九月份的营收应该会大幅成长，预估将会落在120到140亿元之间，月增超过30%以上。